这个了，我亲身把从头提回来的啊，从头在那待一天了，把家里拾掇拾掇，给常叔整点干的，挨顿好了，挨顿好，我去医院里叫从头回家。我已经到医院了啊。聪聪妈，你照顾啥呀？哎，照顾家里的条件，你还要照顾我？我在这坚持啥呀？给我打卡，我很坚持，那个吃好喝的每天挺好，人家不叫，人家自己去人家给我买肉，咱也不愿意吃嘛。你自己爱吃，人家喝的每天吃的热挺好。你这叫孩子，你在这叫孩子吗？我跟你说，俺奶奶是一天三顿蜜糖包，蜜糖包，一天三顿都是。我说给俺婆婆一样，俺奶没营养，给俺婆婆吃点，打点菜。给俺打回来，俺不吃，俺接上我，俺生个气了，打回来，给你往这一给，往这一躺，我不吃，你莫给我打那个，不吃了。给黑门儿往这一躺，然后我说那你吃啥？我喝点水，吃的面包，我不吃了。你吃，你打着我不吃。后来又转移去食堂，俺做我那个包打汤，俺才吃了。我愿意吃那个，俺吃那个叫我吃啥？俺家小兰都不愿意吃嘛，我天哪，好的好，管不好，俺不愿意吃嘛，好的，俺过年可是每天吃这个吃。那你不睡觉一天三顿？我吃饱，每顿这个包米汤没不给呀。嗯。那个奶奶想吃啥了，你都给俺打，她愿意吃那个了，你都给俺打呢。一天三顿吃那不是没营养，要多吃点菜。那个奶奶她愿意吃啊。你在医院也马上出院的，那是想吃啥了？他也吃饱了，你就给俺打米汤包。你谁说谁有的？叫我给你端过来，在这我也给你端不停。你说你叫我吃也挺得，不愿吃的。人家聪聪吧，人家聪聪家也没别的了，还要愿意给你炒个菜了，给个一两块吃一两碎去。没事的，想吃啥了，想吃啥整啥。他在医院也住不了几天，马上出院的。那你叫俺妈在这吧，我回去了。啊，行，带你妈在这。你带着老婆回去啊，我在这每天好好伺候啊你。人家这回住院不好打针了，给黑门事说说干啥就是干啥，好好伺候你，还回来还给俺妈包我装。如果我伺候你好啊，俺爸伺候你好啊。你伺候啊？还是你还包我装？你就是不听话会儿，你那个爱吃这笨蛋，你自己外天不走了不是男的。我一个老板，我就是还愿吃啊，还花没花钱买饭还捞不着好。我家母黑夜蹲着也对了，黑夜给你炒个厅炒个摊儿，豆豆皮给一张饭，你说这不好？嘿嘿嘿嘿嘿，不愿意吧？是么来的？我是不愿意吃，你爱吃的。我这里没想吃这个，包子和这里还是挺困难，还把这有好平安的。我吃点营养。那你别说了，那你叫我在这儿还是叫黑爷在这儿？让黑爷走你这儿啊。我在这儿，我听你会儿，你说这儿都这儿，是呀、啊。那你在这儿吧，我回去了。这俺娘我一来，你看这在医院这一来了都包装，我说我都大委屈了。聪聪你不经理奶奶说这儿都这儿，你光讲我是好的，人家不愿意了不顺心了都是不好，你知道了呗？只要你奶奶她愿意，她高兴了，人家愿意吃这个，哪怕五毛钱的。人家愿意吃，人家待见，这都是好的。你一百块钱给人家买一顿饭，人家不待见，那都不是好的。嗯，知道了呗？你还要吃啥呀？你说吧，黑羊我在这儿，叫去给你打饭的，买饭的。你说吃啥，我给你买啥，都顺了你。黑羊要坐这儿有米汤了，我还吃饱米汤。那不要，那再给你炒个菜吧。炒菜。嗯。炒菜，不就我愿意吃啥了？吃饱了。太饱好吃，光吃那个那没营养，还要说那话没营养。叫去看看的，看看家那儿那儿给你豆豆，给你炒个菜，打个包，要碗米汤，行呗。我就爱愿意吃。啊。啊，喝每天喝两杯水。啊，两杯水不多，两杯要找水不多。喝饭喝米饭，吃饭喝米饭，喝米汤，喝米汤喝杯水。你走吧。没给他打点水。叫打点水，叫去给你买饭，行呗。嗯。叫这边。给我走吧啊。啊。走吧，走了，你啥了都出院，你看咱们我们家医生看叫出院了。走了，我都不来了啊。啊。我走。走了不来了，走了不叫你了，走吧。那我明天去。那点，走吧，叫去拿点水给你。慢点开车那桩啊。嗯。
回去你姐做饭，你爸他们都做饭。煮方便面。